香槟，并紧紧地握住彼此的双手，让我们一同来到香槟。哇，可以看到呢，似曾相识的香槟塔，正象征着两人紧紧相靠，互相依偎，而源源不绝、两下的香槟呢，也代表着两人长长久久、源源满满的恋情哦。请各位嘉宾朋友们，我们再次用热情掌声送给幸福的小两口。 而今天呢，我们最开心的除了是志廷跟淑君之外呢，莫过于我们双方的主人家了。所以在这边 ，Grace 想要邀请我们双方的爸爸妈妈一同步上幸福礼台，接受现场各位嘉宾带来满满的祝福，好不好？我们邀请爸爸妈妈。
因为啊，今天最开心的除了是看到我们志廷跟淑君两个人的恋情开花结果之外，更重要的是我们两个家庭结合成一个幸福的大家庭哦。在这么特别的日子里啊，其实我们爸爸志廷的爸爸有些话想要感谢现场的嘉宾朋友们哦，所以接下来 Grace 将时间交给爸爸咯。首先谢谢各位来宾，老板、长官、同事、同学，你们拨空来参加谢志廷的结婚，谢谢你们，还有亲戚朋友啊，大家共聚一堂，谢谢你们，谢谢谢谢。哇，相信啊，爸妈的感谢。一定啊，大家一定都感受得到。而今天在这么值得庆祝的时刻啊，我们现场的嘉宾朋友们是不是准备好您面前的酒杯，和我们幸福大家庭一同来庆祝呢？不论您今天啊准备的是红酒还是果汁，真的越满代表祝福越满。待会儿 Grace 会倒数3、2、1，我们一句恭喜来祝福台上这个幸福的大家庭的结合，好不好？准备好了吗？要高举你的酒杯，让幸福大家庭都看得到哦。倒数后不要忘了喊声恭喜哦。3、2、1，恭喜。再次感谢各位嘉宾今天的莅临以及祝福，相信您的祝福呢，我们双方主人家以及新人一定都有深深的感受得到。